有一个花店老板娘来做咨询。那个时候，她说她开的这个花店叫做什么？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啊？鸡的，曹操讲的。那我说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开了，已经投资了，只能看奇迹。哦，老师帮忙，老师帮忙。7、8月份才去的时候，这几个月中，他在他店里在放千年之约，跟人家结缘。7、8月份的时候，以前是他希望有订单。7、8月份的时候，已经是订单在追他，而且到8月份的时候，还不是一般的订单，一般订单是小个体户，是吧？花店嘛，他接到什么订单，你知道吗？他接到人家给他订单是，要么就是一个单包这个南马来西亚，一个单就是包北马来西亚，是整个区域的单啊，不是一个小单。才几个月，差多少？那你说他这几个月是花艺进步呢？还是有什么问题？怎么会差这么多？所以我才提醒他，天地间啊，跟你相应，你就不要忘了天，对啊，人往往都有一种惰性，有一种每次都是事情变好以后就有健忘症，对吧？前面的山盟海誓就不见，是不是？我说千万别忘了。我在为他捏冷汗，千万别忘了，忘着忘着，等一下把他的那个旧夹克一丢啊，这个中奖的奖券就不见了。但是这种问题大多数人都有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每次一想到要这个应对这里面的一个看法的时候，都是振振有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觉得名正言顺，应该是这样看，这样去想，这样去做。所以有时候命运拨转，还没转热，又转回来了，可不可惜？可惜。所以你还是我说，你就不要认为你自己那么聪明，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。人外有人呢，天外有天。你认为你自己很聪明的那一刻，就是你要面临很多危险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所以，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在超级生命密码的顺境中？大家看每个人。对不对？有些人一顺了，就全忘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超级生命密码的副作用是什么？很容易让你忘光，因为太顺，太顺了就会觉得说，命本来就这么好，也没差到哪里去，就是前一阵不顺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是要跟大家共勉，好。